今天第一个到达台北的是美国的代表团，由团长孙冲率领。参加这一次特种部队长会议的，一定有中美、泰菲、韩越、印尼、高棉和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。其他代表团的团长们已经在昨天抵达台北。韩国代表团由曹洪焕少将率领，今天中午从汉城飞到了台北。他们下了飞机之后，曾经受到我国特种部队长的热烈欢迎。印尼代表团一共有2位代表，他们是李亚丁宁中校和朱科索中校，他们都是印尼特种部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。高棉代表团由团长哈布纳宁准将率领，随行3人，在今天中午到达了台北。他们的家属今天也同时随团来到我国访问，他们在机场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泰国代表团一行4人，由团长田才上校率领，今天也搭乘泰航班机飞到台北。这项会议将一连举行5天，他们将要交换特种作战部队的经验，以加强彼此的联系。